街头，您可曾想过一件衣服的隐形代价到底有多少？纺织污泥伴随着工业废水，现场飘散着阵阵恶臭。在首都 Nairobi 的 Kinoma 市集是全球二手衣最终的集散地。在中国大陆，白天订版，晚上赶工，隔天上午出货，到了下午卖不完的衣服就变成垃圾。请锁定大爱探索周报。